也是超累的，上字幕更累。对，可以不要上吗？可以。踩这，然后踩宽一点，然后使劲，屁股抬，对，然后膝盖要往外一点，你的脚再往里面踩一点，往你的身体，往你的外面踩一点，对，然后膝盖又往外，也不用猛抬。大家看妇产科。没有很快走。屁股干超酸，其他都还好。对，很好哎、欸。屁股干超酸，大腿都还好。还好。那我就往上加一点，再加两个重量，然后，好啊，然后再降，再一点，加一点。等一下这个举十下，然后再加一次的时候，等下再讲。
教练练习啊。对的。所以我的动作会比较标准。没有，我那也是推销。因为我之前有点上过课啊。哦，谢谢。并没有。还是要 hold 住，不要碰到人，被压着，然后 hold 住， hold 住，好上。妈的！好，下来 hold 住，然后还没开始，有没有？三，刚做的好，那接下来就不用太低。对，有其他地方。
推多点，推，拉回来，推，好，不行，二，一，开始。那如果刚开始运动的人，一个礼拜要运动几天比较好？那你要多快达到你的目标？你可以一个礼拜一次，你就时间就拉长。那如果运动完然后超级无敌屁酸痛，还可以再运动吗？就是看你酸痛的部位是哪里，你可以练你不酸痛，全身都酸痛，那就是。所以酸痛的时候不建议再继续练。你可以做有氧。代谢那个酸痛，不是代，不是乳酸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延迟性酸痛，就是有氧让肌肉吸收更多氧气，对，就让它血液循环比较好。晚安。再一组吧，再一组。好。三组。有三十秒。好。你有发现我剪头发吗？有啊。看照片就知道。他说：“你发现我剪？”等等要回家，然后吃东西。其实老师今天对我很仁慈，没有对我很残忍，真是一个非常棒的教练。我现在已经回家，然后速速的洗了个澡，想说我今天都没有练到我的手，所以我今天回家就用低周波练一下我的手臂，把它调强一点。你看，我现在已经回家，然后速速的洗了个澡，想说我今天都没有练到我的手，所以我今天回家就用低周波练一下我的手臂，把它调强一点。你看，你的肌肉会有一种就是被强制收紧的感觉，而且你运动隔天如果有酸痛或什么，也可以用这个。我现在是把它调比较强，就是肌肉训练模式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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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级有感觉。我现在手一直在抖。它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是可以缠在你的腰上面，然后可以刺激你腹部的肌肉。我刚刚就是纯用贴片训练我的手臂这样。